完全是牛弱的赢球模式，是被他从上面扣杀，还是打手出界可以出球一次，又或者如果牛弱在比较早的时机从右侧切入攻击的话，万一是我跟东风学长两人拦网时，就比平常稍微靠近大斜线一点拦网吧。虽然没办法像三人拦网那样限制球路，但是封住大斜线之后，就可以让守护神的视野更清晰。能接下牛若扣球的人只有现在，我可输不起那么多球啊。